贵在历史个国家，该说新北市议会啊，把多少半代该说五来个十八里桑个拉起来贵呢？拉起贵十八里桑呢，拉个95%个啦，啊八分该起嘛八半了贵呢？拉该说在乎该呀，几该该拉个拉多都贵呢？个拉八分贵呢？个你阿巴里桑呢贵呢？白说呢，新开个拉起个人安代是八万万了贵呢？白说，哎呀，不该贵呢？几八分呢？但半个了个拉马里里贵呢？拉一个。Di kai luang ran ngai pes kui ne la kai ka pat tengah tengah nukra tak kirim wan pa pa wala kula tapangi me tak sai nuan kui ne la ka kia tu bitu kai so gi ko si ukra pasaru kai kai ki sabari tan kui ne nai kai kurta pula lan kai ki ma pa pang si pasinga kai 103年kai so xin bei shi yi hui ya pa tuo le pung kai ki so wu lai kai ki pong kai kai ya ji lei nian kura sabari tan kura abadan la li kai kura tai yan si ka 95% kura sabari tan拉里巴古拉基马巴邦拉古拉基亚盖奎尼，盖里巴恩盖基马巴邦拉古拉萨多托曼尼安，拉盖说代呼盖尔拉盖古拉塔盖安利尼，新盖盖基巴文古拉卡库库丹西，盖萨巴里桑古拉拜塞，来卡克吉安奎尼西，拉盖古塔巴瓦瓦兰，盖基民国73年5月7日呀，古拉耶盖古拉古西奎尼，拉里巴拉鲁布巴多鲁奎尼。该给民国73年5月8日，阿拉个沃格拉奎尼西，把后来该给民国88年12月，噶噶噶噶该给他们嘞，拉里巴里布过了70%，拉该给民国89年1月1日，把后来该给103年，过该给12月，过来噶噶噶噶嘞，过到也该过了过西过西，达到你们个在嘞，来巴里布过了50%，如新该样的奎尼基104年度过来给他巴里布兰罗德兰嘞，拉过来我们沃克西个该过来说拉啷样？达拉在林贵呢，来个8760元；古拉莫斯卡杜塞来个6132元；该给莫斯卡杜嘞来个4380元。哎呀，卢新坚该给八万，该说给古秀古的，该给人不了了不点的那些，来给古拉塔基里里干的给给嘛八万，来给都比该说给古秀，给贵尼萨巴里桑古拉拜岁，那一该古拉塔不了了，该给嘛八万啊。今天不管是12000、18900都没有关系，我们要看到字体上的东西，白底黑字写清楚嘛。公所跟那个水利局给你的公文上面写多少钱，那你把它公开给我办，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的争议啦。再来就是你这些订这些条款，你从哪里来的依据？是你们开会里面决定呢，还是你从哪里给我们知道嘛？一定要透明化，因为以前，4年前的事情我们不予置评。4年中间的空档期也过去，我们也不追究了。但是说回馈95%，或者说每一个人都领到12000的话，我想我们未来区代表会也应该要比照这个方式来作为。把该一个给嘛，把办了个大卡里里干过呢。该说未来该过小啦，都把它过呢。为你带多了，我们大把万的过呢，大把万万难带些。现在该过呢，其他多了，咱该接起来，我大给你把里把干过啦，十八里三年。拉过来，大几点的是拉半夜。我们104年的中央补助款是大约金额是6400万元哦，5%是属于业务费跟其他的项目嘛。它的部分哦，我们都是以回馈民众为主。补助的比例哦，我们是依据自治条例哦。我希望你给嘛把帮来拉给个大部分人，啊那都没事。该说给故事要拉么了？过来，我来给给拉了过来，给不完过来，我安心。拉他路了过来，故事过来呢，啥怪该给过来嘛把帮来，拉给个过来，是个跟你样个大个的。工作上的需要，求学上的需要，一定要迁出去办个户口，然后再迁回来。我认为说，这个应该是排除的状况，应该要排除了。一迁出去又没有那些钱，又不能做地方建设，那。如果这样子讲的话，我们区公所的经费就等多了，又抹杀了市议会他们那边的好意。该要起来一个十八里三呢，一般都没那么多西巴娃娃了，那里面莫过来给阿巴拉嘛拉嘛。该嘛爸爸那些的嘛该说给高兴，那伊拉那拉过来已经该起嘛爸爸那些，啊你个啥个该样该说大户该过来你看阿婆拉那个嘛个亲过来的么的嘛，该说给高兴啦，对吧？该说上古大爸爸那古大个才能呢，新年该过来个过过大那西帮你阿坤。拉古拉卢卡比比里里盖，吉德姆德姆拉基马巴邦来，比盖古拉塔马普拉拉纳马多西，阿拉里乌拉马多，是列巴托罗。